来，深夜把它拿回来，应该是要给冰了来。安怎死啊你？应该还好了，这个温度，哦，你那伤冰了吧？靠腰嘞，冰死哦，靠腰嘞，哦，这个冰块太冰了啦。这到底几度？我冰坐到翘的，这冰坐死哦！冰坐靠遐，冰坐伤冰了吼。咁翘的，还是冬眠呢？冰坐伤冰了，哦，这个温度哦，冰坐伤冰不妙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到底那时候降到几度，用目机了，看一下嘞，这上少差不多有十度。死无，可惜啊！差不多十度了，但是你讲十六度应该还好嘞，我是觉得16度应该还好嘞。先这样让它恒温，要不然你直接下去吼，温度上升太快，我惊这应该是无要紧死的，我的感觉应该还无嘞，应该还无嘞。等一下，哦，目前它是现在是这样子。我是觉得大概是在15了。啊，很猛者，还有减五度还好了，目前还好。哦，宁可温度低一点，不要让它太高。啊，伊的尻川无少着水了，无紧。等一下。哦，所以这吼蚵条是中空的，它不可以直接让它接触了，迄当中啊，小号接触安尼唔对，袂当去学着这冰啊。啊，你再放进去吧。因为我想讲，因为我尾啊摕着外口，佮无落水转来的，还好啦，我感觉还好啦，20度，安差18安尼还 OK。啊，这个我先让它室温，就慢慢温度让它跑了。哦，大概先这样了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个啥，我看伊恒温之后，我差不多即马这个恒温的状态之下，因为我即马内底31度的啦，让它慢慢恢复，直接到一般的温度。哦，先放超半点钟至一点钟，让伊倒倒再回温等来。哦，看它的状态之后，我们再放到这里面去。谢谢收看。